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彦俊，好久不见。那这一次很开心，我得知了我已经解锁成功我的第二个礼物。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哦，它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，还有一个爱奇艺电视果，酷！非常感谢全民制作人。那这个礼物我真的非常开心，可以拿到节目到现在已经有到第四个月了，一路走来蛮开心可以认识到你们，然后也谢谢你们在这段时间以来就是一直给我的鼓励，不管是我有好的表现还是我在低谷期，你们的陪伴都给了我很大的力量。总之就是很谢谢你们在这段时间对我的支持。好的，那在这边就跟大家说再见。